冷静，冷静！你是来找人的？小二，喊你呢，把毛巾给我换条新的。哎，我叫你呢。 你怎么会在这儿？而且，你身上为什么那么多疤？这不重要。你确定那蒙面桃木大腿上真的有牙印？对啊，我亲眼看到去溜云咬的。要不我怎么会一个人来南藻塘？那个位置大概就在这里。不对，好像是。 你不信我？你等我一下。